北方明珠大连，坐落着一座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大连理工大学。1949年春天，新中国成立前夕，经中共中央批准，这所新型正规大学应运而生。建校之初，以著名教育家屈伯川博士为代表的创业先锋，筚路蓝缕，广纳贤才。建校仅11年，大连理工大学就跻身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行列。1983年，名誉校长屈伯川博士等老教育家提出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议，开启了中国211工程的先声。1996年以来，通过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点建设，大连理工大学逐渐发展成为一所以理工为主、理工管优势突出、文法经哲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著名学府。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大连理工大学名师荟萃，桃李芬芳。学校教师和校友先后主持完成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第一根无缝钢管、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第一座现代化油港、世界上第一座大型混凝土斜拉桥与梯形钢构协作体系桥梁等项目，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的多项第一。杰出的教师是高水平大学的精神火炬。创校之初，中国催化科学的奠基人张大钰、中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王大航、中国雷达通讯事业的开拓者毕德显、工程和力学大师钱令熙、染料之母侯玉芬等一批杰出的教师汇聚到大东，不仅照兴了群贤毕至、10年跨越的开局，也奠定了学校薪火相传的学术根基。如今，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领军，一批知名教授为中心的2000名教师团队，潜心学术，教书育人，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工学和理学学科构成了学校学科的主体，工程、物理、环境生态、材料、化学和计算机6个学科领域发表论文进入国际 ESI 排名的前1%。学校收入工程索引 EI 的论文在中国大学位列第5名，收入科学引文索引 SCI 的论文位列第15名。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高科技奖励中，学校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科技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72项，集中反映了学校在工学、理学方面的突出优势和教师在相关学科领域的卓越建树。近30年来，学校的管理学科异军突起，通过中美合作举办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开启了中国现代管理教育的先河。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参与培养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始终是学校的重要使命之一。在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学校认识到高水平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重要支撑作用，文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迅速发展，不仅拓展了学科发展和学术活动的视野，也促进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更好融合。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和首要职能。学在大公，
创新再打工的优良学风、校风，广受社会赞誉。学校22万名毕业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治国栋梁、学术大师和新锐英才。19000余名本科生，13000余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作为中国当代青年的佼佼者，正在这里养成高尚的人格，并受到学术启迪和熏陶。在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学校基于办学目标，大力促进高水平的教学与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相结合，率先提出实施精英教育、培养精英人才的培养目标。大连理工大学素有工程师的摇篮之称，是率先在全国倡导工程教育创新的大学之一。学校拥有中国大学最好的工程训练设施和创新实践基地，创建了课内教育渠道与课外教育渠道并重、产学研结合、校内外结合，以及大学生创新研究训练、科技竞赛、科研助手、创业训练等多样化自主创新的学习模式。超过1半的本科生均参与过由教授或副教授指导的创新性试验计划。学校在培养卓越工程师方面独树一帜。学校积极推进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实行大类招生、宽口径培养，注重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并重，以研究型教学模式为代表的教学改革不断推出，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等新举措，有效加强了师生互动。国际班的设立及广泛开展的国际交流项目，极大开拓了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心智境界。作为中国最早设立研究生院和率先开展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大学，高水平的研究生培养是学校的重要标志之一。以完善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为核心，学校建立了研究生培养质量长效保障机制和内在激励机制，鼓励优秀研究生潜心学术研究，提高创新能力。研究生作为第一作者的高水平论文占学校论文总量的60%以上。完善的第二课堂育人体系，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300多家学生社团，涵盖了艺术、科技、军事、工艺等多个门类，吸引了10000名学生参与其中，是学生训练思维、发展个性、培养综合能力的重要平台。校园文化节、校园嘉年华、枫蓝杯文艺大赛、精英杯体育竞赛等文体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广阔舞台。大公讲坛、百川讲堂等品牌讲座吸引了诸多知名专家学者来校，为学生们开阔视野、励志成才给予启迪和帮助。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是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重要使命。学校建有一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基地，跨学科组建了创新群体和创新团队，在国家重大研究专项、973计划、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科技计划中承接大量科研项目。在依托海岸及近海工程、工业装备结构分析、精细化工等国家创新基地的基础上，研究方向向深海工程、防灾工程、信息软件、环境生命、精密机械、新能源新材料、人文与社会科学等领域深度拓展，为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
通过产学研合作服务社会，始终是学校的重要办学特色。学校开创性地创建了校企合作委员会、校企合作研究院等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和一批产学研合作基地，通过国家大学科技园、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分布各地的研究院，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战略。一批核心知识产权成果得到转化应用，推动了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学校积极推进国际化办学，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余所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大型企业集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近年来，学校教师广泛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一批飞升国际的学术大师受聘担任名誉教授，成为学校专职师资队伍的重要补充。学校先后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合作共建2所孔子学院，在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桃李争芳，春华秋实，面向未来，大连理工大学正在展现它新的生机与活力，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努力为国家的繁荣、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的长远福祉做出贡献。